好漂亮。菜干丝，煮干丝，然后它这个汤特别有营养，是用的土鸡汤来煮的。一来睡得怎么样？有没有睡？好好睡呀、啊。周老师好，老师好。今天我就来给大家上国学课啊，我姓陈，大家呢可以叫我陈先生。陈先生好。啊，好。但是怎么问好呢？哎，请大家起立。好。啊，起立。啊，请大家右手在外，女生要左手在外。女生要这样，女生要这样。与眉齐高。好，大家好，先生好。好，啊，刚才我说了，今天呢，要给我们亲爱的小伙伴还有妈妈们来说一说国学。想会上文化之前啊，要来说说上课的纪律，戒尺要认真听讲啊。好，我们首先来讲徽商文化。我们中国呢，以前有三个商帮都很出名，一个是广东的潮商，第二呢是山西的晋商，然后就是我们安徽的喜欢读书。所以我们有四个字来总结：古而好儒。古商贾，上面一个西，下面一个贝。那么徽商有什么样的特点呢？叫以义为上。啊，刚才我们介绍了徽商文化，要推荐一本小书，体现了很多儒家文化、儒家精神的小书。你来。字非常少，正文只有1080个字。好，我现在要提问了，这本小书一共有多少个字？1080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来，我要送给你小礼物了，送给你一张刘备的书签。谢谢。啊，很乖。弟子规。弟子规。圣人训。圣人训。首孝悌。首孝悌。四景信。四景信。爸爸妈妈叫我的名字。哎呀，我这个时候正在那儿做游戏，答应吗？答应。来，各位一起来。父母呼，应勿缓。父母，父母呼，父母呼，应勿缓。说真的，我有一刻觉得，哎，我在读书啊，我在上堂啊，你们两个是同学啊，一直以来我都是你妈啊，今天你变成我的同学啊，他们也在学，我也是在学。一起学会的时候，那种感觉特别棒。妈妈叫你名字，你马上答应，才是真正爱妈妈的表现。好了，今天要吃饭的时候，菜都端上来了。哎呀，我肚子饿得很，大家都还没动筷子。请问，你是小朋友，能不能先动筷子？能。能啊，不能的啊。大人没有动筷子之前，你是不能动筷子的。啊，给先生指出来，如果找到了就可以得书签。好，找到没有？找到没有？找到没有？或饮食，或坐走，长者先，幼者后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找到了。啊，找到了。真的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都找到了啊。好。找到了。找到了。好。找到了。老师知道了。好，我觉得他是那种小宇宙可能给爆发了吧，因为如果你说英文，他在学校里面是国际学校，他肯定可以应付，但是普通话而且是弟子规那种，我怕他不懂，但是他也尽力的去弄，所以我觉得啊，那个小孩真的是长大很多。刚才我们读了弟子规里面的句子啊，先生呢，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还能够经常读一读，这样就能够学到儒家的精神，就能够学到徽商经商的时候讲诚信、讲道义，就能把事业越做越大。
来，我们有请小帮手。Hello， 老师们好。看看，漂亮姐姐、漂亮哥哥来了。哇，鱼儿，一家姐姐。嗯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什么都能做的，对。帮手，但是一来可能现在还没来，然后跳舞。大家好，我是快乐男大学生姚池，今天我是楚儿和杏儿的护花使者。